咱这上头来，来，大军，来，咱天天向上。您上座。哎呦，哎呀，嘿，您看这个就不一样了。林老师，您是哪里人？我是山东人。山东人，山东人，嗯，都说山东人浓眉大眼，您怎么就我不浓眉吗？不大眼儿吗？我跟你说，云南的观众就是山，真的。您是山东哪儿？青岛。青岛，青岛，青岛小哥，我们这有一青岛小哥，老乡。哦，真的。都是青岛人啊？怎么差距这么大呢？这个对比图太伤人了。对对对，青岛聊两句。青岛的，青岛人。哎呦，你这个话很正宗。我们青岛人，青岛话不带正宗的。吃嘎啦了吗？没吃。喝啤酒了吗？没时间喝。洗海澡了吗？行。哦，青岛人。青岛人洗海澡了吗？要游泳。啊，游泳了。您是青岛哪个？我们家是市南区。市南区。我是市南区。哟，哎呦，越说越近了。接着说，我在麦岛路。这个要说吗？说。上活动中心那边。哎呦，离这很近啊。很近啊。越近啊。邻居啊。邻居。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？我让王涵把我带沟里去了。